正常人玩迷你世界 VS 主播玩迷你世界，正常人玩迷你什么迷你世界？你千万不要尝试的东西啊！这个我熟。啊！救命啊！这好玩，这好玩，这好玩，这好玩！如果你也被炸过，请点一个赞。主播玩迷你，在迷你世界中，你这辈子都不要尝试的事情，否则你将会永远停留在另一个迷你时空里。哎，我这些装备怎么都变了？金苹果、金萝卜，这个难道是6年前的迷你？是 bug 还是我穿越了？此外，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会在迷你世界里遇到这种情况，那就是雨天和雪天同时存在。你要知道，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漏洞。正所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若想从主世界穿越到6年前的迷你世界，我们需要在午夜0:00之前找到交界处，并在这里建造一个3×3的岩浆坑，此后利用一个可飞行的道具，让我们从正上方直接飞到第444层的高空。当地图完全虚化时，我们进行垂直降落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摔死了。如果你也摔死过，请点一个赞。听说现在只要在评论区打出比心还有拥抱，就会出现爱心抱抱特效哦。另外下方还有迷你专属表情包，也可以激活神秘特效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吗？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之前可以复活的两个按钮竟然全部都变成了黑色，而且不管我怎么点击，它始终都没有任何反应。那么众所周知，不论是在创造模式下还是在生存模式下，只要玩家被击败或者掉入虚空，我们都可以点击重新尝试，以此来完成复活。当我在这里犹豫了将近1分钟之后，我发现图标竟然又重新亮起，于是我赶紧点了重新尝试。此时屏幕的右上方出现了一串神奇的代码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一瞬间，好奇心充满了我的整个大脑，我迅速地打了3个问号，但是紧接着我的文字瞬间被这串文字刷屏覆盖。此后我便与迷你队长研究了一整晚，大致推算出这个可能是一个神秘地图的地形码。找到线索后，我们立马创建了一个地图，并在地形码这里输入了刚才那一串神秘的字符，点击确认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哎，奇怪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四周全部都是海洋，而且这里到处都看起来好像数据错乱了一样，不停地在抖动。然而当我打开地图时，发现这里所有的坐标怎么都变成四了，而且整个海面上全部都布满了黑色条纹。于是我便顺着这个地方一直往下挖，整个过程中方块破碎的时间仿佛比之前都慢上了许多。我记得破坏方块没有这么大的碎末吧。于是我便加速向下挖掘，直到挖到了虚空，原本黑色的屏幕瞬间变成白色。此时手机电话铃声突然响起。老小龙，怎么半夜1点多了还在玩游戏啊？你明天不用写作业了吗？把手机给我拿到房间里来，快点给我拿过来。啊，别呀老爸。赶紧给我拿过来，今天一整年你都别想玩手机了。啊，这咋办呀，不能玩迷你世界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不是有个旧手机吗？哎，这下穿越到老版本再也回不去了呀，兄弟们。我都说了别晚上玩手机，容易被爸妈没收。话说我手上这个东西大家肯定认不出来吧。好吃。哦耶，老版本的传送门。哎，兄弟们，想不想看老莫去打远古黑龙他祖爷爷？想看的给老莫点个赞，老莫这就出发。